恁八点钟凊彩徛一个，拢足好唱的。哦，那当然啦。送着你，艰苦着我，所以啊，我叹那句没命。你离开已经几落年，今夜还在想你。今天白好好演戏嘛。国宾熬唱歌，他是有音质的，嗯嗯，而且他的开口真好，好悠悠的，真的，观众没有感受到，唱歌的气势也弄出来，气有出来，系啊，歌也冒出来，对啊，不得了，公孙姐，其实我唱歌算凊彩的尔啦，哎呦，你意思是恁八点到的拢，哦，演员除了搬戏，我今仔日来，人家咧讲演员除了搬戏，佮来的才艺人唱歌嘛。你有确定？我一定爱唱了，我是唱你的意思讲，即摆唔是讲出唱片的歌手，才有法度徛伫这个舞台。哎呦，恁八点钟凊彩徛一个，拢足好唱的。哦，那当然啦。因为高音的人，哎，对，高音的人通常吼唱歌拢袂歹，因为有感情嘛。你咪是讲你啊？我是一定的啊。会晓唱歌的人，无一定会晓演戏，不过会晓演戏的，差不多拢会晓唱歌啦。哦，哎，阿杰有闹人来无？我唔免闹人，我就传两个。哦，你有传人来啊？哎，阮女主角，开玩笑。哦，闹出来，闹出来，闹出来。我的两位女主角，头一位来，李亮锦。话就是我想你，虽然已经不爱我。就在今夜我要离去，就在今夜一样想你，虽然心中难过，但是你的冷漠能够自由的轻轻留下一句我想。拢卖讲话，拢卖讲话。吴家明，江国斌先生，哎，我对你是非常的尊敬，非常的崇拜。我嘛对你非常的崇拜。为什么你会讲白贼？我哪讲白贼？一罐歌声，你家己敢要跳咯？想要跳咯？国斌哥才不会。是因为我想袂到，因两个竟然竟这条歌，你知无？你凭啥物感想？我感觉太好了，太多迄个歌皮已经弄破去，喇叭崩坏去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们是新的团体，叫做什么？六六赶客船，是赶客团呐、啊！好，来，再一次，六六赶客船。好，随便了，我跟你讲，请到我们这一团呢，一定会发财。为什么？我们来，我先跟大家说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尾牙啊，或者是春酒啊，或那个喜庆啊，你们知道现在都有超时费哦，有的人对，然后你可以找到我们之后，看到我们就知道什么被刮狼 K 啊，把大家听着，哎呦，我今天听着，阮唱歌大家拢灵魂出窍，因为阮是灵魂歌手，所以若是要唱的人唱嘛，空不空空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好哩，一直花。嘿，阿哥先爱讲是你爱卡会通哦，好哩哦，今年趁钱呐，趁水啦，所以伫个现场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是今仔日发到好的，保证恁今年拢会趁钱呐、趁水，对无？对，哦，水就够啦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所以歌唱了吼，哩哩啦啦不要紧，话够讲。丢嘛，讲到袂输咧唱歌。哎，恁要唱这条，咪少甲我讲者，啊，我安尼绕开，我拄啊讲好，我绕两个女主角来。搬戏有感情的，足够唱。你唱这个快歌？不是啦，这条歌吼不是阮建的，这条歌吼差不多五十岁，要年过半百的人才听得到嘛。不能叫你唱嘞。你起码是台顶四个人，你知影吗？不是，可能台戏就多啦。我跟你讲，阮是青少年呢。我们28年华呢。对，我二十八岁尔呢。你既然讲怪这个物件，无怪好恁家己敬。
感觉最拿手的，提出来唱歌嘛。好，好，那呢我唱一条，送着你感动的我。唱几条？这很简单，好不？简单的好不？几条？哎，几条？我直接无，我唱副歌给您听就好啊。我跟你讲，来，会晓唱歌的人唱一半，恁就知影会晓唱袂啦。有实力，能教就知影。对，预备。老师，谢谢。还够。要 cue 老师哦。送着你，艰苦着我，所以啊，我叹那句没命啊，你都点点来过生活，加讲话是家己痛袂疼。送着你，艰苦着我。内搞掉，内搞掉，内搞掉。哦，你看我个盘好，你看，这叫做演歌，又演又唱哎。哦，是是，这些的演歌了对吧啦？用改良版的啦吼，用 NG 盖过歌唱的对不对？好了，哎，胡林呐，你头先我搬伊出来喔，嘿，大家所有人给头歪去。哦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那这样子哦，今天应该是这一首啦。老师，麻烦一下了。哎呦，各老师哦，今天被应对啊。而且许富凯一条歌哎。有，嗯，来哦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还在想你。你两摆好好演戏啦！一切亲像在梦中。哎，感谢哈，播一声动情秀。谢谢。哦耶，你啊。就要好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的主题曲哦，你家己选的哦。对啊。你讲上好，真正民主拢写了。今天你屏东人，你带来。真正。好啦，我知影那个国民歌的艺术啦，又带这两个来。可能所有屏东的乡亲拢感觉家己唱歌真好听，是不是？唱歌爱感情，但是不是像你拄啊迄个用演的啊，搁规好安尼。哎，有感情啊！对啊，就是有演的。你也当认真唱者无？无啊。啊，送着你。听起来，哎，等下咱过来进。好好好好。阿公阿姨啊。好了。